路迈国泰航空香港一里锦标准备，准备。徐子步啊，一开闸嘅时候咁啊，慢一少少嗰只咧就人人兴旺，依家喺包尾嘅位置噶。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中间有步步稳，外边川河景区内栏就系劲飞宝啊。大约响第四位咧就夏威夷鸟啊，响出边咧就替造美丽啊。内栏第六咧仲见到尖尾大亨啊。大约第七位到啦，绿色衫中档嘅位置仲有军事攻略啊。响埋边位置卡达胜啊，出边位置仲有沙贝宝区大外档咧，仲见到有都市风光啊。后边嗰几匹马有人人兴旺户外名区杜拜资金噶，包咗落尾嗰只咧就系丽盛名区嚟噶。向住呢个一千米段注进发啦，前面狂放啊，见到呢只劲飞宝啊，接嚟咗第有三个马位啊，仲快过步步稳啊，步步稳紧随第二啊，外边第三有替造美丽，第四位内栏就尖尾大亨啊，再后边嘅马咧，仲见到夏威夷鸟喺出边啊，中间位置咧咁啊有川河景区啊，后一搭嘅马匹啦，先见到内栏有卡达胜啦，响外边沙贝宝区最出咧仲有都市风光啊，军事攻略响内栏嘅尾五位置啊，绿色衫噶，再后边嘅马匹先有人人兴旺杜拜资金噶，响后边一队。就是丽盛名区同埋户外名区噶，入直路咁滞啦。前面劲飞宝仲系占先咗一个身位，步步稳第二位。尖尾大亨红衫嗰只响第三啦。中档打冲锋嘅马仲有川河劲区啊，再响入边稳威有卡达胜啊。外边冚上嚟嘅马咧就杜拜资金啊。中间军事攻略站唔站到位啊？最后二百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埋边有步步稳啊。中间咧冲上嚟嘅马咧，仲见到有呢只杜拜资金同埋都市风光啊。军事攻略稳到位上紧嚟，最后一百米步步稳到唔到啊？外边都市风光上紧嚟，步步稳赢啊！第二名要影相啊！有都市风光同埋军事攻略好接近啊！结果步步稳喺呢场赛事里面一放到底啊，挤咗喺前面，咁啊真系犀利啦！一路咧顶足成条直路啊，一路追跟上嚟嘅马有只都市风光，两个马中间就系呢只军事攻略，外边啊杜拜资金啊跑第四噶。咁啊，呢项香港一里锦标都系留翻喺香港啦。就唔係由魔扣嘅熱門軍事攻略贏，係由步步穩咧贏咗。軍事攻略啊，塞咗啲嘅，一直路度揾位都揾咗一輪。真係唔好話佢老，一放到底俾你睇啊！真係。唔係，都唔知幾勁啊！係啊，老而嚟堅啊！真係老而嚟堅啊！九歲馬。最意外嘅可能都係安上人路愛德，我諗。都系巡逻影片呢样香港一里锦标，啊浅绿色衫嘅呢个军事攻略咧，都其实极早段都起步都唔慢嘅。咁当然佢唔会同你抢啦。埋边有劲飞宝，中间黑地色衫咧就是、步步稳。咁啊黄衫咧捉实嗰只就川河劲区，再开边咧就是、替造美丽。咁啊都市风光喺呢度，其实就喺外碟白鼻梁嗰只咧未揾到遮挡嘅都。喺十二档起步，佢前边啊夏威夷鸟咁啊都喺外边望空咗啊已经啊，咁啊好在跟住个步速开始扯快咗啲啦，咁啊劲飞宝呢度开始带嚟咗，步步稳就唔理啦，守住喺第二，制造美丽就操控唔到慢步速啦，今次喺个第三位埋边就尖尾大亨嚟嘅，开边啊夏威夷鸟，跟住入边啊川河劲区，跟住再跟后边啲嘅咧就有呢个沙贝宝区啦，就喺中间啊。開邊一路望開個都市風光，軍事攻略喺沙貝堡區裏邊咧。而家淺綠色衫大家都好熟噶啦，咁後邊啲人興旺嗰啲比較落後啲噶啦。我呢度入到直路噶啦，我睇揾下軍事攻略揾位先，而家跟住替造美麗後面嘅，未夠啊！前面有隻川河勁區又未散，再抽出面啲先。咁啊呢度涉個窄位啊，但係依家揾位嗰度慢一啲嘅。咁但係揾到位之後就衝得好勁嘅，其實呢幾步。前面又俾人條鞭養住啦，都市風光嘅喺度養住佢。啊！呢幾步其實衝得好勁嘅，但係遲咗啦。最夜馬都係自己馬房。